你要再来，我拿去，我拿去上。 就那个女，我在梦到一个扎是L嘛，两只 M 吧，是吧？嗯。我把这拿过去了。哦，那个那个这个口袋还在。不在，这个衣服是跟那个配套的，跟那三套配套的，这个这一套。这个样子七八五。哦，那是一个单的。这个。哎，今年不单只有三个五个，有。还有一个要七八的呢。有一套要七八的，加个头，加个这个帽子。买两个给你。 就是一个单的，那三套衣服加这套衣服是一个订单的，拿进去了加了单子，先跑坏啊！你不是先跑坏吗？就他不是没事做吗？你为什么不让他加？又不是你家。这个单就这两个盖子，之前里面还订了一个。直接做成成品出来不就好了？你还要搞个一半，还留一个尾巴放那干嘛嘞？然后忘了又直接是发货了。是。 以后不可以这样子拿出来，必须做成成品的。你不来，不然人家老货他不知道啊，他以为就这样，他待会就直接这样子发货了。但是我还要检查，你检查，你后面检查会检查，但是你这出来的东西必须是成品。我三十给你两套噻，给你两套。这三套都是口袋，这个要。 你这三套你放到燕子桌子上去，嗯，可丢了。两套装满一套那个。两套要什么？要老化了吗？这个是不用老化了，要老化了。肯定要老化吗？你放进去这么久了。老化。而且它这个是新购置器的，你必须要测试的。